咱转来北港佚佗的时阵，啊，都一淡薄感伤啦，啊，那会遐荒废。然后机会有转来北港，啊，我都做一寡啥物代志，我感觉总是发自内心愿意啦。北港这所在啦，老人哦，少年人唔免着，大家拢爱出去出外去食头咯。啊，咱北港老了了。有机会人好做人客，有机会人好讨谈，为虾米都爱离乡背井？啊，开车经过咱水道头，啊，车插咧路边分店的咧看这个，甲你娘咧！我讲甲长感觉来呢，你哪嘛咧？嘉南就是一个北港的水道头啦，它是日式的建筑物，然后这水道头哦，伊的历史起码有九十几年。较早咱这水道头上大的作用就是自来水咧过滤，啊咧供应咱这个北港地区的居民，哦，因一寡生活用水。啊，伊这有三个滤水池，啊伊就是层层过滤嘛，啊再个拍去你四角水塔管顶，啊拍去管顶了，再个。上到落来，上好阮家家户户用安尼。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咧生水，迄三窟水啊，即卖已经变成自然生态啊。遮整理好了，人一寡爸爸妈妈哦，啊，就带囡仔来遮耍，袂歹啦，遮真赞。这啊，你遮在阮厝边啊，阿伯啦、阿姆面啦，然后吊烟墙袂记咧收的，我拢会帮因收起安尼啦。哎呀，为咱迄漏水挡了，惊烟墙会歹去。那下晡时啊，日头落山，我就帮因收起来咯。啊，水落头车吼，都烘烟肠也好食，矿泉水也好食，迄可能土质袂歹个款。啊，做囡仔就来遮耍，遮啥物都有啊。啊，窟啊，迄三个窟啊，内底有鱼啊。烟肠也食无够咯，河鱼啊，计煮熟啊。阮北港遮真趣味啊。今仔主要要办这个活动哦。一开始就，阮就我伯公啊、叔公啊，因拢定长条啊，讲啊，你咧台北人拢讲你咧麻饭咧，恁咧麻饭好食，啊，你要转来佚佗也袂晓早几啊转来，我讲好，我找时间。咱来接手咧管理这个水道头的时阵，我也想讲，这个麻饭若要客转来哦，阮遮叔公啊、伯公啊食，敢那应该食，然后规矩往规北港镇，超过九十岁人你拢来食。阿华，请恁食满饭。啊，我就想讲，这个物件，因平常时无可能走去到台北吃啦。啊，我就规间店甲搬倒来遮办一场活动，互大家食好欢喜。啊，无嘛，人咧讲台北有一间咱北港人开的满饭，你伊唔走，我都甲厝边啊臭蛋讲，恁北港人咧头家起来北港请我吃咯。就这个感觉尔，阮北港人就拢靠感觉过日子。这等下哦，食饱下晡甲讲就会有哦。咱早两下转去配米露。因两袂配米露啊，配米露。啊，这几年啊，拢伫北部咧拍拼啊。啊，其实即卖伫外地咧讨谈，就是安尼坎坎坷坷。啊，咧拼的这过程为怎个拢？你嘛想讲，若有机会赚淡薄仔钱，想要转来故乡发展。我想至少家己的故乡总是较温暖。一挂朋友啦，是大人，因拢爱伫北港，敢若咱家己一个人踮台北安尼，感觉总是有空虚啊。为着顾一个三顿尔，啊要三顿有饭通食，不得已的，啊无想想要离开故乡。啊，即几年都头路啊有较顺路啊，咱做生意做满饭即块算啊加减三顿较有通好食好烧咯。啊，就会较想讲啊，若有机会有转来北港，啊，我都做一寡啥物代志。算我家己本身要转来咱这北港办这个活动哦，啊，因会知嘛，假日时啊，搁会占着因放假的时间。我拢会问因啊，恁敢有要落来？恁若要落来，咱就做伙落来啊。我都有伫北港要用活动，啊，他们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发自内心，他们希望缀我落来做这个工作啊，算讲。
大家共同参与啦。啊，那个感觉很好，那个感觉很好，你会觉得心是连在一起嘛。咱等下北港佚佗的时阵，啊，都北港街啊落偌烧，啊，经过咱水道头，啊，咱车就插在路边，分点了咧看这个水道头的时阵，就感觉一淡薄感伤啦。小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回忆很美好的地方，好玩的地方，啊，那也遐荒废。然后又相隔几年之后，咱就想讲，然后机会啦。有机会，希望这个所在能变较好啊！啊，无看到真唔甘的。上唔甘的吼，其实是啥呢？厝边啊，阿伯阿妹即马无咧拍烟枪哦啊！想到这点，艰苦甲目屎拢唔要顶出来。哦，拄在咧管理这种园区哦，你会感觉挑战性升高很多。你今仔暗时啊，搬到溪咧，规个园区狗屎捡了了，天一光日头就出来了，又搁一堆哦啊！六个拢有捡啦，狗屎拢有捡啦，一个拢无捡啦。逐工捡狗屎咧，我捡要一个月咯。后来我发现讲，草啊若拍较短咧吼，狗屎较好找。因为它是历史建筑啦，哎，历史建筑伊当你暗时用乌白甲叮当。咱要使用的空间设备啦，你看看咱注意的所在，一定盖落完全拢搭不上。较早阿嬷因咧煮饭个窗仔门楼拍开，烟就用清出去咯，啊，着搁咧抽风机，会污染的啦，哦，啊会危害健康的啦，咱拢希望先优先甲做好。啊，但是着较会枪碰着的，就是历史建筑，你碰不得，啊，你也改不得，那你只好改变一下思维方式。如果要让它有餐饮进驻，然后能带动人潮，啊，最后我就用把我们高规格的中央厨房弄成路边摊的模式，在建筑物外，啊，那个经营，然后也会比较接地气。一看起来路边摊啊，按照那个跟历史建筑，我们照搭在一起的那一个氛围。啊，朋友当然的问讲，你安尼接这個。啊，唔是咧趁钱的所在，你接这个创啊，敢袂感觉后悔啊？伤形，我是袂啦。咱讲平常心讲，咱是袂，因为你咧整理的过程哦，你有看到讲，阮北港这个水道头这个景点越来越漂亮，而且你已经看得到它未来只会越来越好。所以希望讲，各里外口咧流浪的北港囡仔，早早有机会恁也回来，共同参与，啊，咱就共同把这个所在创个水起来嘛。吸引观光客来了，哎呀！咱较早嘛，拢定定看阮北港一挂人士啊，拢会做热心，愿意讲安尼为地方建设贡献，啊，拢会自动自发要做一挂什么代志，什么代志。哎，阵啊，咱出外伫台北，趁无钱通食的阵，都三顿食袂饱，拢想讲，哎，尔跩人。头家是咧想啥呀？啊，钱敢袂开，啊，拢做一寡戆代志。渐渐哦，咱饭食下饱的时阵，咱才发现讲，啊，咱家己咧参与的过程，咱就感觉那个喜悦有时候不是钱买得到的。因为你也发自内心，你也感受到这一切。你知影讲，这个所在把你生出来的地方，你好像有一点点可以帮他做些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内心会觉得。舒服了。